凝血境第八重，杨清明的孙子，还不错，应该有两万斤力道。宋儿。 啊，元儿，看你了！爷爷，我的修为早已是衍灵境第五重，对堂弟实在有些不公平。不如这样，让我的战兽与堂弟一战，堂弟你觉得如何？哼，既然堂哥如此说，我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。不过，是否我击败了你的战兽，便算是胜了呢？元儿，不可掉以轻心。哎。 二爷爷似乎不太放心啊，堂哥，还是你亲自出手吧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只要你赢了我的战兽，大比便算你赢。辰儿，不要太勉强了，那可是三阶的白煞狼。辰儿，别太逞强了，娘不希望你有事。爹娘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 三爷爷，还有各位长老，让大家久等了。杨晨，好久不见了。没想到杨元也来了，这个小妞。啊，是啊，好久不见。像堂哥这样的天才，想必在紫月学院混得很不错吧？还行吧，到时候恭喜堂弟你成功觉醒了道魂，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代名医啊。时间差不多了。 大比开始吧！开始了，爷爷。既然今年的大比是为了确定下一任的家主，那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。你又想怎么样？我们可以采取挑战的方式，最后站在擂台上的就是胜利者，家主也将由此产生。嗯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好啊，就这么办。 正好可以节省时间。嗯，有道理。到时候所有的奖励都归最后的胜利者，还能够刺激一下那些小家伙的斗志。嗯，那就按杨晨的提议来吧。如此甚好。阴阳调和。师尊啊，赶紧帮徒儿想个办法。皇上。 谁告诉你阴阳调和必须要那样？为师想你这样。你想做什么？我就算是死，也不可能和你。美女，别担心，我没那个想法，我想到别的办法了。即便不用那啥，也可以调和阴阳，只是你配合我就行了。你应该也不想这么莫名其妙的死去吧？好。 我相信你。你不要抵抗，我来主导。玉兰洞。 你我都闭上眼睛，不看不想。究竟是什么宝物？这般多强者寻找了一个多月，竟然还没能找到。按理说，就幽云山这点地方。 他们都给翻过来了吧？这里的魂兽估计都被这些人清理干净了吧？哎，这条小溪里面居然还有鱼！
正好肚子饿了，捉几条来填填肚子。我还就不信了，今天非抓到你们不可！别想跑！逃到哪里都没用。那是什么？空间是辅天，他是辅天境的强者。辅天境，难道这头魂兽就是盘踞在幽云山的那头五阶魂兽吗？辅天境是修炼的一大坎，达到这一境界，不论是人类还是魂兽，便都与生存的大天地建立了紧密的联系，可以借用大天地之力，能够碾压任何未达辅天境之人。这是招谁惹谁了？你们怎么打我都没意见，可干嘛要殃及到我呢？我连辅天境的强者都出现了，幽云山庄肯定有问题。大一头剑齿虎，相当于凝血境修士。九龙破天拳，好强的力道，这种魂兽果然是不好对付。真疼。这东西一爪拍死了。